院住十七天，然后他跟医生拜托，因为我只有买到一月一号的票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来看五月天，然后我带他看完五月天之后，他一月二号就回去打化疗了。哦，所以我真的是为了他点的。他要听什么歌？告诉他，有你这样的妈妈，他一定会好。我们全场25000人为妈妈，为她的女儿加油。我carry你，你carry我。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应格。应格。等他好的时候，再带他回来，和我们一起唱五月天演唱会。到时候，我们安排你，还有你女儿坐在最好的位置。我如果没有点你的话，我就拉肚子。到时候，我们在一起现场，一起唱他还有你想听的歌，好不好？应格还有应格妈妈。加油！